要送上你们的新年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宋茜，祝大家牛气冲天。可以可以，汉哥来，汉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翰，祝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们，2021年新的征程一起牛起来，非常好。现在又到了我们抖音送福利的时间，各位打开抖音 APP， 参与湖南卫视春晚新春最牛祝福。姿势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赢得现场大奖，我本轮抽奖呢将会抽取一位超级幸运的观众，送给他数码超级大礼包以及10000元的加倍红包，就由我们的倩倩和汉德来帮我们来抽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大家抖音号已经在滚动起来了，我们3、2、1来抽出一位幸运的经理，3、2、1那会儿咱们好，祝福这位抖音号是 Z1 牛年大吉305的朋友成为我们的超级幸运的朋友，获得了超级数码大礼包，我们一起看看他的新春最牛视频，好期待，就是这么牛，好大的眼睛啊，新的一年希望爸爸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涛涛，涛涛，更喜欢刚才倒立那个，还是这个漂亮的小先生？我觉得期待下一个，因为感觉每次这个姿势都太不同了，太棒了。而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请张翰和宋茜给刚才这位幸运的朋友再送上专属祝福，好不好？送给刚才那个小妹妹，她太可爱了，我觉得是她啊，新的一年牛牛牛，非常牛，非常牛，非常牛。我们汉哥的祝福呢？好的，同时也祝福你爸爸妈妈一定会身体健康，然后新的一年数你最远。哎呦，太棒了，提到了长辈，再一次谢谢张翰，谢谢宋茜，请休息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好，那么。